人杰啊，作为舵主，你是第一次带领马队头插出前，一路上有天灾不测，更有土匪横行，你心中惶恐吗？人杰回老仙翁的话，人杰自小跟随马帮的勾波大哥闯荡江湖，也有一些日子，所以如果遇到了小土匪的话，不在话下。 又让他们卢家高兴了一回。福儿，你说为什么这几年每次我们赵家都赢不了他们卢家？他们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好当然重要，只是。 有个重要东西，他们卢家有，我们没有啊。是什么？一般的小土匪不在话下，那一般的大土匪呢？任杰再回老仙翁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幸碰到大土匪的话，那么我们于情于理都要与人为善。如果对方继续咄咄逼人的话， 那么任杰一定恪守云城商会的祖训，礼让三分。好，是啊。赵家今天怎么没有人来送送任杰啊？他赵启泰怎么说他也是云城的第二大茶商，今天要是他不出面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宋翁也不必在意，赵家多年未赢得茶王了。 昨日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败给了任杰，自然是过不去呀！啊，是不是啊？<笑>是啊，是啊。康熙年间，云城只有一座茶山，一家老店。山，是玉德茶山；店，是玉德老店。整个云城的茶叶生意，都是在外祖李玉德的手上发扬光大。 只可惜，外族膝下无子，空有六女，难于延续香火。为了继承这份家业，外族决定为六女招入赘之婿，这才出了卢、赵、王、张、孙、刘六家。后来，虽然这六家都幸回了本姓，可是这六家。 都属同族。爹，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后来卢家也改回了本姓，和咱们并无区别呀。有啊，卢家的先祖是掌门掌婿，也是玉德老店的传位掌柜，更是外祖李玉德亲自指定的正宗传人。这份荣耀。 虽相隔百年，可是仍深入人心。现在商会考察的那十几个老不死的，打心眼里就认定卢家是正宗，所以无论你我父子付出多少苦心，那几个老顽固也不会认同。爹，如果按您所说。 咱们赵家就非要等到这些老顽固全都死绝了，才能出头，是吗？这些个老顽固，平日里养尊处优，估计就算是我死了，他们也死不绝。三少爷，今天二少爷带领头插出钱，现在正在茶室念做仪式，马上就要带着茶叶上路了，您去送送。
着什么急啊？来得急。爹。哎。哥，你也在啊？爹，卢家今天头茶出钱，在茶圣殿敬神，我们就送送他们吧。嗯，碧莲啊，他们只是经商上路，年年如此，整天这么送来送去的，烦不烦呀？怎么就烦呢？我和仁杰哥从小就有婚约的，你们和卢家是亲家，这一走外里的，怎么能不送呢？碧莲啊，你怎么还记着这桩婚事呢？啊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是，这桩婚事是爷爷在临终前定下的，可那时候爷爷都老糊涂了，所以啊，这桩婚事不能当真。这可是我终身大事儿，爹，你快评评理嘛！好了好了，莲儿说的在理，这桩亲事可是正儿八经的过过聘礼的，卢家从来没有解过聘，赵家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婚嫁，所以这桩婚事还是算数的。爹，国父，戴为父去送送仁杰，祝他一路平安。爹，可是这事儿，快去。娘，您慢点儿，我跟您说，您就放心吧。我上外边是经商，我又不是上战场。哎呀，你可不能提战场两个字儿，一提到战场，哎呦，我就恨你那个混蛋哥哥。你说他心里头还有这个娘吗？说走就走了，一走了之。再说了，这世道不太平啊，你说那火炮长眼睛吗？嗯，说死就死。是吧？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路过那南昌，说不定能遇到他。遇到他，你就把他救回来。娘您放心，我肯定把他给您拽回来。对，而且我还得骂他几句。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，把娘放家里头你不管，一天到晚在外头逍遥，赶紧给我滚回家，是不是？大不了我替你当兵，对不对？胡说！你敢你？我这不逗您玩呢吗？还想你娘为你们哥仨操的心不够啊？还逗你娘？我说错了，爹。哪这？哟，这是啊，咱们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呀、啊，叫子母连心环，本来是一对儿，那只给了你哥哥了，娘把这一只呢给你带上，给你保命的，孩子。收起来，别丢了。我谢谢娘，我早就想要了。婉丽，快来。仁豪，你来了，真准时。我嫂子下的军令，我哪敢怠慢呢？嗨，仁豪，这是我们学校林老师林文丽。林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文丽，这是三营的营长卢仁豪。他现在在我先生手底下当差呢，他人好，是个前途似锦的好将才。嫂子，您过奖了。这样吧，你俩聊着，我去厨房给你们弄点吃的，聊着啊。哎，谢谢嫂子。哎，二哥，哎，二哥，祝你一路平安，万事大吉。跑哪儿去了你？啊？哦，我去茶山给你叩拜祈福去了。哎呦，那可就怪了，我们刚从茶山回来，怎么没见着你啊？你们也刚从茶山回来？啊，我去茶山那山顶给你叩拜去了。我听说那个山顶上叩拜起来更灵。哦，跑山上去了？嗯，怎么没给你说一声？臭你！亏你想得出来，让团座夫人给咱俩做媒。没办法，412以后，特务们像疯了一样。现在总指挥张发奎跟王经纬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已经开始清堂了。
抓了很多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，而且现在营基上的军官的生活全部被监视，咱们俩见面只要超过两次，你马上就会被列为重点监视对象。所以思前想后，只能利用团座夫人了。挺好。哎，对啊，现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了，想要依靠张发奎南下搞武装暴动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说说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？没什么进展，只知道柳江镇甲字胡同二号。柳江镇甲字胡同二号。对。留给我们的时间没多少了，我想亲自去看看。可是你以什么理由接近那儿？那不是你们营的防区。还有，组织上一再让我嘱咐你，不能轻易冒险，一定要谨慎。革命哪有不冒险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在这段日子，好好照顾娘，不许在外头瞎惹祸，听见没有？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陈杰，哎呦，狗虎大哥，我来给你送行，一路平安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陈杰哥，碧莲你也来了。你要走那么久，我怎么能不送你呢？谢谢谢谢谢谢。东大哥，我记得任杰和碧莲是有婚约的呀，你们打算何时让他们完婚呢？他们俩……爹，李会长，是这样，当初是碧莲的爷爷还有我的爷爷两个人定下来的婚约，那基本上就是个戏言，不能当真啊。说什么呢？啊，那叫戏言吗？这老人说出来的话那都是斩钉截铁的，怎么叫戏言呢？再说了，碧莲就是我的儿媳妇呀，是不是？娘您别生气，但是大伙儿都知道哈，碧莲小的时候留着个清鼻涕，整天的就跟我屁股后的转，包括她受欺负她都不找国虎大哥出头，直接就说任杰哥我又受欺负了，这是我妹妹，哪有哥哥娶妹妹的。你又不是我亲哥。你看你看你看。任杰啊，哎，还有个事儿麻烦你，我们家国豹博士也在南昌当兵呢，给他带点东西啊。来，我们赵家的雀舌茶，他最爱喝这口。好嘞，金贵。哎，金贵，好好保存。哎，放心吧，国虎大哥一定带到。呀，爹，那我就走了。儿子，记住，人间多有不平事，遇事要以忍为先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屈辱，首先要想到我和你娘，切不可意气用事啊。您放心吧，爹，儿子记住了。卢家是茶的招牌，茶是卢家的信誉，祝你们一路顺风，茶香天下。马帮的兄弟们，云城毛尖出钱。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天。阿七，哦，好久没打牙祭了。这位兄弟，哎，有没有住的地方？有有，我们两个人要一间房。得嘞，您里边请。好好好，啊，呀，大爷。动手吧，动手，走。
土匪来了！土匪来了！能抽多少？钱全部压在货上了。一千？没有。一百？真的没钱了。王老七，还有一个，来，过来。能抽多少？200。你说的是300。好人呐！啊，看看，交了钱就没事了。过去。叫什么？何飞武。何飞武，接着。好。能抽多少？我是从贵阳到这儿来做教书先生的，身上并没有带钱，在云城也没有亲友。没钱？是。王老七，哎，来了。没钱？没钱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教书先生，你是教什么呢？教国文。国文？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带着一个会武艺的手下，还牵着匹高头大马，你说你没钱？好汉，做袍哥也是要讲道义的。前路崎岖，没有马匹，我们二人如何行走？二位好汉，不也是骑着马过来的吗？再说了，他要是武艺高强，他怎么会被你们擒获，还给打成这样？行了，身上没钱，话还那么多。王老七，打！走走走！住了！住！都别动！等什么？你们是让我今天杀个人给你们看看是吧？我就杀了他！好汉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大爷，啊，外边又来了一伙马队。一伙马队，今儿交了狗屎运了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远生啊！哎，新来的，快快快快快！过路仓，快查入棚。二少爷，一路颠簸，尽快带二少爷房间休息。哎，兄弟们，一路上辛苦了啊！今天多点好酒好菜，好好吃一顿，算我的。谢谢二少爷，请。行吧，行吧。啊！哎，给我打住！别动！哎，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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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给我退后！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他？马班勾波，打过请字。袍哥海里，四方为上。大爷，是马帮。马帮。千树桃花是一家，不同祖宗也同花。小号困陀，借个票，大道朝天，各一边。轻点，轻点。
说说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倒觉得不重要啊，关键是你们，做好准备了吗？今天死在这儿？哎，怎么说话啊你？海子挺硬啊，递个门槛儿。云城卢家二少爷卢仁杰。卢家，卢二少爷，哎呀，这是，你瞧，二少爷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呢是打劫的，我也不想臊你们的皮。嗯，你等着啊。哦。嗯，外面人听好了，你们卢二少爷我可以放，但是你们别挡了我的财路。好说好说。二少爷，带上我们吧，这些个人家里边都有老有小的，不容易啊。端线了，端线，都给我闭嘴。你把嘴闭上。谁？你。我。对，就你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帮人，二少爷今天也得带走。郭伯大哥，里头还有一帮兄弟，我一块带出去啊。完了完了，二少爷又开始犯浑了。抄家伙，准备动手。行，你要带走他们可以，你把他们的肉票钱出了。付不了，我们这是出钱的商队，他不是回来的，我们没钱，只有茶叶，你要吗？茶叶啊，这我是土匪，土匪，我要茶叶干什么？我别嚷嚷，别嚷嚷，我知道你是土匪，你喝过这么好的茶吗？你喝得起吗？没喝过吧？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条，把人给我放，第二条，给你包茶叶，然后把人再给我放，两条路，你自己挑。我们不要茶叶。对，那就放人。没门儿！我说你出不出去？不出去。不出去，我连你也好绑了。你信不信你今天能死在这儿？你出去！你放人。我不放人，你出去。我不走，你把人放了。你出不出去？你放不放人？不出去，我打死你！二少爷。保命要紧啊！对，小兄弟说的多好啊，保命要紧。好，对不住啊，各位，这事儿我不管了，我先活。来，警官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外面的人听好了，带着你的人退出驿站百米之外，免得火枪走火，伤了和气。百米之外太远了，我们退到门口，你们开门放人。那我数十声，如二少爷站在前面，管好你们的枪，可别走火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是，开动。拿。听好了，都别乱来啊！动手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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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别动！说话算话，把金棍还有里头的人给我放了。放人可以，把钱拿出来。要钱没有，只有茶叶，茶叶一斤也不能给。为什么？二少爷，这批茶叶是我们马帮负责押运的，要是给了他们，我们马帮名声何在啊？给他们茶，不给茶。我不要茶叶，我不要钱。我们是土匪，出来打劫的，一个大洋没弄着，那包茶叶回去，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颜面何在？我现在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这件事要是办不了的话，我的颜面何在啊？给了他们茶，我们马帮的颜面何在啊？必须给他们茶，不给不要茶，我们要面子。给他们茶，我要面子；不给茶，我也要面子。你咋这么笨呢？我现在马帮交过茶了，那马帮的凭什么？你帮我多少话？关你屁事！我们要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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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有钱，我这有钱，我这有钱。
我们两个人。哎哎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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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都是为了一个面子，对吗？对。那好吧，这位兄弟由我来出钱赎他，好吗？焦书记，你这个骗子！刚才你不是说你没钱吗？刚才是实属无奈，我撒了一个谎。我跟大家再说清楚一下，我叫何飞武，我是从贵阳来的，到云城来上任的新任县长。县长？什么？对。县长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位兄弟啊，你既然是土匪，你劫过官府，劫过县长吗？没有。好，今天让你劫一次县长，而且你拿了钱之后，可以从这里安全的全身而退，传出去，你在江湖上名声大振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听听听听，听听人家县长的话说的对不对啊？有点道理。行行行，那你有多少钱？啊。两块大洋，啊不，房钱没给，饭钱没给，马的草料钱，小二的打赏钱，我要拿掉一块，还剩一块大洋。一块大洋，不少了，太少了，我不干，不干，交钱，兄弟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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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爷，保命要紧。对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保命要紧，要什么面子？那行，你把钱扔过来。好，接住啊！钱我收了，那你们认出点字儿了？让路。李警官，跟上。何县长，你往这边来。哎哎，都别乱来！我现在放人，但你们得先把钱放下。收枪，阮少爷，这事儿没完，你给我记着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等着你。撤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是这儿吗？走。干什么的？别开枪！我是你们的长官赵国豹的兄弟。你说你是谁？我是三营营长卢仁豪。请向你们的长官禀告一声。等着。没事吧，仁豪大哥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大哥呢，差点被你的卫兵开枪打死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这是一级警备区，上级有命令，见到人的开枪警告啊。再说我这帮兄弟不知道你是我大哥呀，见人就开枪，你这还不让人来了？哎呀，大哥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走走，我进屋，我们喝两杯。正好，我还给你带来了家乡的好酒。哎呦，差点没打碎了。哥，你对兄弟太好了。不瞒你说，兄弟在这胡同里七八天没出去了，我都快馋死了。走走走，赶紧的，走。哎，少爷。哎，新沏的茶，您慢用。好，何县长请。谢谢。
汤色明亮，香气清冽，这应该是云城卢家的毛尖。哎呀，何先生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您不光是个懂茶之人，还是爱茶之人呢。实不相瞒，这一次我有上千斤，保您喝个够。上千斤？对。但应该是今年春天头茶出钱了。惭愧啊，人家这次就是云茶出钱的马上掌柜。既然二少爷是做了马上掌柜，那卢家今年一定是得了茶王。卢某在这儿恭喜卢家。佩服佩服，何县长果然是了如指掌。那任杰也要恭喜何县长升任之喜，恭喜。其实啊，任杰，我此一来没有什么喜，反而是满腹的忧愁。你从云城来应该知道我的前任是怎么死的。关于上任县长之死，我倒也是道听途说啊，其中细节何县长能否指点一二啊？你们卢家是云城的望族，尚且不明细节，我这个外乡人如何得知？哎呀，人杰糊涂啊。而且我一介草民，也确实不大方便问这些时政之事。那我们喝茶吧。喝茶。兄弟，你这不是一级警备区吗？怎么还有老百姓？哎，总得留几个人给咱做饭吧，其他的人都赶跑了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兄弟想问你个问题。说。你大老远的从南昌到我这儿干嘛来了？因为共产党。共产党？昨天我们团秘密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奸细。他说他们的组织啊正在调查你这，还提到你的名字了。哦，他还说了一个什么，你们这儿是关键所在。这不上峰知道我们俩的交情吗？让我过来看看。关键所在？那他说没说是什么关键所在？该问的都问出来了，那只是个下线，知道的都交代了。哦，大哥。你能把这个人交给兄弟吗？没问题，我明天就给你送过来。哎呦，哥哥，你可是救了我一命啊！你要是不来，我都不知道共产党已经盯上我这儿了。我这儿出了什么问题，兄弟脑袋是保不住的。兄弟啊，你看你心事重重的，菜也不吃一口。嗨，而且你说了半天，跟我说的晕头转向的，这儿到底是个什么关键所在啊？啊，何县长，人家这儿有一份薄礼，不知道何县长是否愿意笑纳呀？哎呀，二少爷，萍水相逢的，又得您出手相救，你再送礼，何某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起呀？何县长，您过谦了，只要您不嫌弃便好。金贵儿，哎，笔墨。卢家的茶企是。山高路远，人杰无以为助。如果您在路上，包括在云城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持此旗去找卢家。卢家见旗如见人，定会鼎力相助。人杰，谢谢，谢谢了。这份厚礼，何某收下。这就是个监狱。监狱？监狱怎么会设在这儿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
瞒着上级，也抓来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。什么人物？大家管这个人叫徐主任，啊，是原来咱们政治部的，军衔比咱俩还高。现在呢，他是共产党跟我军内部左派分子的主要联络人。那这人现在关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嗯。你不是负责看守他们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们是在追捕的过程中把他赶入这片区域的，后来就消失了，人间蒸发了。总共几百平米的地方，找不出一个大活人。对呀，你也看见了，老百姓我都赶出去了，每间房我都快挖地三尺了，就是找不着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你们驱逐当地老百姓的时候，混在老百姓中间逃出去了？那更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大哥，嗯，这片区的老百姓，他就不是活着出去的。下手够重的。哎，大哥，我接你。哎，任姐。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。这一趟我得途经五省，来往三五个月，而且中间我还得去一趟南昌拜会我的兄长，可能得有段日子了。天高路远呐，现在分手了，为兄还有两句话想说。哦，您说。我们现在在的还是前军自治之地，出了贵州可就是国军的天下。任杰啊，一心经商，莫谈国事，尤其是国共之间的事情，恐怕会招惹麻烦。我觉得您有点多虑了吧。我打小在马背上长大，而且很多规矩我都知道啊。江湖虽然是暗流涌动，但是波澜不惊。国事才是好比汪洋，深不可测的。好好好，何县长，您说的话，任杰铭记于心。好，何某不再多言了，一路保重。后会有期，云城见。云城见。国宝大哥，云城马帮上路。昨天晚上没看出来，这一片全都是徽派建筑啊！啊，是，这柳江镇呢住的大多都是徽商，尤其这个甲字胡同，更是徽商云集的中心地带。难怪啊，这些房舍颇为不俗啊。大哥，咱上里头看看。走。大哥，你不用跟我讲太深的道理，你就跟我说，像这样的房子里头有没有暗格或者是密室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否藏在了这里的某处，对吗？嗯。你看看这个天井，正好位于庭院的中央，但是它和地上的水池差了正好一尺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水池之下可能藏有财位，怕和天光相接断了财。大哥，你说这些我完全听不懂，你就直说什么意思。我是说，这水下很有可能藏着宝贝。长官，到！把水池的水给我抽干净，看看里头有没有东西。是。卫兵，水桶、木瓢，把水舀干净。是。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不是，这池子里真有东西啊！还真让我说中了啊！大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
你熟悉这儿的建筑，干脆你就留下来帮我找这共产党。兄弟啊，我只是懂点建筑的皮毛，这房子肯定是徽派建筑的风水大师设计的，你只要能找到他的后人，肯定能够事半功倍。哎呦，大哥，这房子都是百年以上的房子了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的后人呢？也是啊，大哥，就算兄弟，我求你了，帮我这忙。哎，仁豪大哥，你帮兄弟这忙啊，不管能不能找着这人，这份情兄弟我记下了。如果真找着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的功劳如实的汇报给上峰。兄弟，功劳是小事，就是我们团长那边怎么说啊？团长的事我去解决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云儿开，风悄悄来，你轻轻来，暖我胸怀。茶花开。